女星昏迷立场背后有多无奈。倪妮出席活动，和导演合照时马上小鸟依人，笑容甜美，显得落落大方，可拍完后叹了一口气，直接赶紧快闪。陈都灵和品牌老总同框，面对老总的搂腰，陈都灵虽然不情愿地翻了个白眼，但那毕竟是金主，自己还是得继续迎合拍照。赵丽颖出席活动，面对众品牌老总挨个碰杯，即使自己不会喝酒也要装作抿一口，虽然最后也是没喝一口，但假装的模样也是充满了无奈啊。迪丽热巴出席活动，早先还没红时，礼服都是穿自己喜欢的保守装扮，可当自己有了名气，服都要品牌方提供，礼服是越穿越暴露，热巴也只能无奈配合，所以才会经常看到她走哪舞啦。赵露思出席活动，为了佩戴主办风的项链，妹妹大改风格，身穿吊带礼服，奈何礼服领口太大，这胸贴都露了出来，实在尴尬啊。妹妹其实有点大，也真够难为她了。